在1999年3月11日的第二次崩坏战争中，德丽莎永远地失去了她最好的朋友 Cecilia Chaniat。 德丽莎害怕，害怕继续这样下去， Cecilia 的女儿，德丽莎的侄女 Tiana Caslana 也会成为天命的牺牲品之一。
没想到斯西利亚的死会让德丽莎这么难受，甚至痛恨我。不，这也许是必然的吧。当我为了救卡莲而牺牲那些平民的时候，卡莲不也是生我的气，还打了我一巴掌吗？德丽莎的血液中也许真的流淌着卡莲的灵魂。不，这太荒谬了。奥托，2009年5月1日。
虽然让齐格飞和实验体 K423 跑走了，但是 Kiana 被回收了。唯一一点令人在意的就是为什么齐格飞会带走实验体 K423？ 莫非和自称逆商的那群人有关系？奥托，2009年5月1日。